欢迎回到《西城有约》。今天收藏家将带你去探索旧纸堆中的新加坡历史。看一下这个画面哦，这是传呼机的账单，还认得吗？账单啊，包装纸啊，这些旧纸上究竟可以找出什么样有趣的故事？一起去看看。 其实我收集新加坡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收藏的也有一些官方文件，当然也包括了一些民间的杂品，也有一些好像我本身用过的，好像一个传呼机，这个就是传呼机，那么这些都是那时候用过的文件，如果你看一下，那是在80年代的文件了，那么它的标志也是那时候的电信局。 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是一个历史，我也是希望留下来这些文件给我的孩子或者给一些人去分享。奇温的收藏可说涵盖了整个新加坡的历史，近至90年代的当红电视阿姐郑慧玉的《有瑕疵海报》，远至独立前的文件和报章报道，题材十分广泛。 其实这里有一份The Times 英国出版的，这张报章是1818年11月，比较难找到，因为200多年了，很多都是被损坏的。那么从这报章我就发现，有一小段蛮有趣的新闻，那么就是报道来佛寺登陆新加坡之前，从这边后。 我就开始觉得可以找到多一点来佛寺的事迹，就从报章啊、杂志啊，那么我就找到其中一本，那么它叫做《The Gentleman Magazine》， 1819年9月，里面有一个报道，他说，英国报章怎么看这个海港呢？他觉得新加坡是繁荣有趣的，是可以发展的，因为它打通了他们跟中国之间的通讯，那么还有控制了马来西亚。 新加坡后来果然发展成一个繁荣的港口，商贸活动也蓬勃发展。奇温就有许多记载新加坡旧日商业面貌的收藏。在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有一间蛮有名的时装用品。 店就设在桥南路，那时候我记得我母亲每次逛街的时候就带我们去那边买包包啦，或者是买鞋子之类的东西。这里有一张收藏它的包装纸，也就是有记载它的店面啊、电话之类的。那么我本身有收到一张它的面料，蛮精细的。这个面料是用勿忘我花，还有。 金银丝来制作的，这种面料多数是用来做鞋子啦，或者是皮包啦，蛮fashionable 的。除了上网仔细搜寻和新加坡相关的收藏品，用热忱和古董店老板打好关系，也是奇文淘到稀有宝贝儿的重要窍门。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收藏家的，那么要跟古着店的老板或者是私人收藏家保持一定的关系。他们其实有很多好东西，你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收藏家，那么他们就会拿出来给你看。好像说我有一样东西，大概3年前我已经跟那个老板谈了，那么他其实想卖给我，后来又。
改变主意说卖给了别人。半年后我再跟他谈，那么他就说其实我还有这个东西，那么我终于买到了。他是新加坡自治邦国民效忠州的一个海报，那个时候新加坡成为自治邦是1959年，那天12月3号，那么到9号他们有一个节目，就是说介绍他们的国旗啊、国徽啊，还有国歌。这个海报其实是贴在街上的，所以我蛮难找得到的。每收到一件收藏品，奇文都会尝试收集更多资料，以正确的了解背后的渊源和历史。但对于一些民间物品，通过上头仅有的线索进行一些推测，也不失为一种乐趣。这个是应该是自制的一个游戏机，60年代、70年代，很多人赌博，那么他们都会自制一些游戏机赚点外快之类的东西。那么有趣的是，我们也发现，在里面有一些游戏的字，就好像说这边有两个水水，那么我们也去研究说到底这个水水到底是在讲什么。最后我的定论应该是说，应该是一个附件化水水。那么就说你玩了这个游戏追随岁，你就可能就赢大奖吧。一个银角会放在这里，从这边他们就会把这个银角推进去，你打开后那个号码就是116，116你就要去找一些号码，那么怎么去对它，那么去影响。70年代也是蛮多黑社会啊之类的东西，那么我这边有2本60、70年代黑社会的秘密。如果说有兄弟将椅子倒转过来四脚朝天，那么你要用什么事去对他呢？他就讲说四棵古树向天堂，五湖四海反红缨，打倒两京13省，反清复明建太平。他应该是在牛车水那个时候的广东洪门的黑帮。我希望有一天我这批收藏品能进入博物馆，或者是或者是写成一本书，让每个人都能看到，每个新加坡人都能了解新加坡的历史，从海峡殖民地开始到现在的发展中的新加坡。其实还蛮有意义的啊，看似不起眼的民间文物，不只可以找到故事线索，也许还可以找到当年的回忆。的确，看了这些珍藏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太阳马戏团，要带大家进入《阿凡达》的奇幻世界。即将在这个星期四开演的《阿凡达前传》，将重现电影中的潘多拉星球，告诉你纳美人的故事。马上来看一看这个精彩演出。就是演出特殊的地方，我们会有一个整个的木偶的一个团队，6个人。就是大家看到在演出里面所有的木偶的操纵都是由这6个人完成的。然后我们其中有一些大型的木偶，当然，因为我们的名字叫托鲁克手肖像嘛，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明星啦，在这个演出里，他就是那个最大的那只托鲁克，那只红色的那只大鸟。因为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木偶装置，在大家在演出的后半段会看到。然后它的就是飞出来的时候，它的翼展会有大概12米，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会有多大。然后说到这个演出呢，我们占用的场地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用了大概1400平方米这样。然后我们同时会带了40个投影，然后就是在吊在那个舞台最上面这样。就是通过这40个投影呢，我们会把这个潘多拉星球的所有的风貌表现出来。在演员训练的时候，我们请到了去《阿凡达》这部电影里面的动作捕捉的这些技术人员来帮我们，怎么让我们的演员在舞台上表现出就是纳美人在潘多拉星球上的那种状态和那种生活。然后化妆，实际上大家看到的化妆，每个人每个演员他的妆容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都是根据他的脸型的那些轮廓就是要定制出来的。然后这每个妆容他们是在总部的时候是要有专人来教他们做，然后现在他们就是每天演出这个妆容都是要自己画的哦，然后就是大概要就是1个小时左右这样。那我们说到服装呢，我就要不得不提一个人了。可能大家熟悉电影的人可能听过这一位叫 Kim Barrett， 他是比如大家看过那个 Matrix， 他是其中的服装设计师了，所以我们把他请过来也做我们的服装设计。
我们在设计服装的时候呢，就是考虑了不同颜色的蓝，然后我们从中选了四种不同的蓝色，代表我们潘多拉星球上五个不同的部落。当然呢，我们说起部落，大家肯定会想到一个星球上会有不同种类的不同种类的纳美人啦，这样，所以他们肯定在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下，然后也接触到不同的这个生活环境。我们将完全还原在就是纳美人在潘多拉星球上的生活状态，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的部落会用骨头做装饰，有些部落他会用花朵在身上做装饰，然后有些人部落他会用不同的珠子在身上做装饰，这样。其实我们要让观众感觉到，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服装设计是完全来源于这个潘多拉这个宇宙的体系，然后是在这个完全是在这个星球上创造出来的。这个非常精彩的太阳马戏团《阿凡达前传》将在5月24号到6月3号之间在新加坡室内体育场演出。好，有兴趣的观众呢，你可以上网到 sportshub.com.sg 去了解详情。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师承有约，明天再会。再见。